虎扑10月28日讯，北京时间10月28日凌晨4点的欧冠小组赛中，利物浦主场对阵中日德兰，大战一触即发。双方公布了首发名单，利物浦首发阿利松、阿诺德、法比尼奥、戈麦斯、罗伯逊、亨德森、米尔纳、沙奇里、南野拓实、洛塔、奥里奇。利物浦替补阿德里安、凯莱赫、维纳尔杜姆、菲尔米诺、马内、萨拉赫、琼斯、里斯威廉姆斯、卡因、内科威廉姆斯。中日德兰首发米克尔安德森、乔尔安德森、斯维亚琴科、沙尔茨、保利尼奥、弗兰克、卡杰斯特、德雷尔、西斯特、马比、卡巴。